情小组绝不低头，就算再累也要拼到最后。谁能了解我的心理渴求？想要英雄就得要的更多，等待像变色龙让我猜不透。你问我到底心中要些什么，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。这么斗胆敢来挑战西街最强的人，能投出这么强大威力的球，战斗能力肯定不凡，但他是谁，在哪里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哎，这个看会不会是他啊？嗯，快点，那家伙的手臂战力值算出来没有？正在手臂当中，正常状态20寸，扩张状态24寸，只有麒麟背才有这种效果，受死吧！东亚病夫。家伙，赶快给我滚出来！就是我，胆敢跟我西街二人王挑衅的家伙，就算翻遍全西街，我也要把你找出来！红色衣服的，在学校他阿丘巴。全校第一名。再看看那个白衣服的，你看他瘦瘦的，电玩店里面的拳击记录啊，可是他创下的呢。还有那个蓝衣服的，废话少说，行动吧。恐怖炮弹的急速冲力，全息街没有人能招架得了。我很意外，竟然有人能以同样的力道撞开我的绝招。不用说，那个人就是我在找的终极对手。就这样，我的对手消失在人潮之中，但是我跟他第二回合交手的故事才正要开始。完全是极度兴奋的状态。他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强的对手了，这次让他跑掉
他一定很不甘心，他一定还会再出现。这是他下的战书，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。这家伙不甘寂寞，就只会秀。他一定会再出现，而且就在我们身边。居植入的挂在213基地，原来这就是遇到对手的感觉，让人生气却又觉得令人兴奋。姚雅瑜，疯子，流氓，今天不把你关起来我不姓高。你早就已经不姓高了，滚，矮贱，岂有此理，我叫你滚，发威，把我当病猫了，自讨苦吃。你们干什么？合体技啊，什么东西啊，疯子！我看你这副德性，你还是投降吧。你们这袭击罪很重的。你不说我们还忘你是警察呢。什么？哎呀！废物，你还敢骂我，这个臭小子，我跟你讲，这笔账我一定算清楚的。你算什么？我是在说他，抓个人都抓不住，不把我当回事。好，老子让你们知道谁是窝囊废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哎呦，别过来，过来别来了，就过来了啦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。不用怕，喂，你是不是要你自己在做什么？哎呦，我只是要你们尊重我。你是要人家尊重你，还是尊重你的枪啊？你们也知道怕了吧？看你们还敢不敢叫窝囊废！神经病，你在说什么？窝囊废，窝囊废！谁叫你窝囊废了？你还敢装孙？把话说清楚！很狡辩！你为什么拿棒球来偷袭我？我没有！不，还说没有？敢做不敢当家伙！我告诉你，我优雅鱼绝不偷袭，要么就正面决斗。不，是吗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鱼写的嘛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放心啦，雅鱼不会写超过10个笔画以上的字。